韩剧《浪漫速成班》中饰演暖男李善才的演员李才文，凭借该剧收获了高人气。近期传出他将接演校园剧《Hierarchy》的消息，搭档《那年我们的夏天》中饰演女明星的卢正义，高颜值组合引发期待。不过有南韩网友在论坛上发文对这部剧表示担忧，原po透露该剧的介绍内容写着，尚未 0.01% 的高中生们在校园内发生的故事，以青少年罗曼史为主，也预计会展现大尺度裸露戏，似乎会是一部校园版的狗血剧，引发了热烈讨论。不少网友认为，在穿着校服的校园剧里出现大尺度裸露戏十分不恰当，而且两位主演的形象都是比较清纯正面的，出演该剧的话可能也不太适合，很担心两人的星途受影响啊。